Banyak kuat lo tengok.着火的是鸟物，对，它围得很紧，那个消防员根本进不去。那个瓦哇，然后走那边踩破那个瓦片了，进不了了，这个。啊，这边可以进去。进去也不能够过去啊，要怎么样？要爬进去啊。进去也不能怎么样。根本进不去，这个鸟屋来的，他把那个锁得紧紧，封得密密的，消防员都进不了。后面的导火，这走也是危险啊，要抓住东西啊，滑下来这边。搞什么？什么设计啊？这个推不动，墙来了，扣力，我进不到啊！我在直播，现在给他们看，在网上给他看。Amran join 我们了。Amran, fire is happening in front of our house opposite. This is a bird house, so there is no way for the bomba to go in. They lock it really heavily fortified front door. So there is no way for the bomba to go in. So it's still burning, a lot of smoke coming out.Bomba is risking al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climb up. So, 然后就应该放这边啦、啊，这个电梯。不过很难啊，可能上到上面那层啦、啊，上面那层，前门根本进不了。风吹过去啊，看到那个烟飘过来，有那个纸飘出来啊，烧到那些纸，贴纸还是纸张。
有机关的啦，有机关的控制。比较小火了，烧到还是烧烟了，没有，可能烧大了啊，那个火，火旺了，烟就小了，不过是旺，热，啊，热气上来。把那个门做得很扎实，所以他们无法破门进去，还在外面。你是这边老板？文对面啊？文对面隔壁。哦，这个是古董店嘛？古董店再隔一间。我这是鸟屋来的。鸟屋啊，鸟屋。鸟屋鸟人，根本进不到，那个消防员根本进不到，那个门做得太坚固了，窗也是封着，里面在烧，还在冒烟，还在烧，兄弟。哎呦，我死了。应该是有火了啦，只是因为很亮，所以看不到那个火，已经着火了。冒出来很恐怖。哦，这边冒烟了，这边冒烟了。装修违法，这鸟屋本来就违法的。哎呀，甩下来人了，兄弟。这边消防水管破裂。看不到东西了，全是烟。吹向我们这边，烟吹风吹向我们这边，所以烟都吹过来了。这边也这一层的屋顶也是着火了，刚才是后面在烧，现在烧到前面来了，消防原来是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一直在烧。看不到的，我看不到，我快要看不到东西了。平时有训练的啦，也不是自行水不了啦，有训练就是。我将近一下子就来了，刚才很快就来了，我报警一下子，他就接过来。正对面我的家，万智你要买几号？49号门牌，他们几号门牌？
四五十，对不起，可能在看，两个人在看麦芽面前啊，我都没有什么，我那古味老外那条件，再像你那进去啊，进到有些进去，哎，不敢全部一下子进啊，轮流进去，然后，不如怎么样？他们应该有他们的程序。损失惨重。损失惨重，我看他可以重新起过，隔壁那个屋顶也冒烟，我就怕你看那屋顶那边出烟了，隔壁屋顶。哎，先上来。啊，有点过，公司有点过来。喂，漏水，我刚才讲了啊，漏水，习惯漏水。都是都是，关掉关掉。而整条换的很贵啊，这个管。这边这边冒烟，那边也冒烟了。我们是49对面啊。不知道啊，不是啦，不是，不准的。不准，他那边好像46在那边了，46在那边。就是那个百度晚饭店那边。哥，你在那边？有广没？有广没？有广没？